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口。大家好，我是太太。我们分享都是最新最潮最硬的设计资讯。如果大家还没订阅我们的话，请订阅一口影、硬太太，还有打开小铃铛，那第一时间收到我们影片通知啦。OK， 今天影片就是，今天就是很多人期待的叫我们做的 cooking show。对啦。我常常夸硬太太还有燕楼台煮东西很好吃，吃到我这样的身材，大家就懂了。OK， 所以这个影片的挑战就是要硬太太用30分钟煮4道菜，有鸡、有虾、有鱼，有鸡、有虾、有肉，有鸡、有虾、有菜，还有蛋。嗯，我不敢讲就是示范教食谱啊，怎样煮啦。但是因为今天我们有这一个神器的帮助，所以我觉得30分钟的话，我绝对有把握可以做到的。讲到神器，那当然是要先介绍神器咯。当当当当，不是下面这个美爆炉，是上面这个 Magic Pot。对了，但是没有下面这个呢，上面这个是没有风声的。OK，其实认识 In Family 的朋友呢，都知道我们是没有美爆炉的啦。像一位商家跟我们讲，他的 Magic Pot就是美爆炉的救星，因为我们十多年里面是从来没有买过美爆炉在家的，我们是特地为了这个 pot， 然后现在就买了一家美爆炉。很奇怪哦你。是，但是的确它有方便到，相信很多人家里面都有美爆炉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方便，的确很快速的一个工具。方便但是不健康啊。啊，有concern啊，所以现在如果你家里有美爆炉加上这两个 magic pot 的话，它就可以是变成一个很健康的煮法。那时候我们刚刚收到这个 magic pot 呢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它只是个 pot 罢了，但是它就是讲健康的 pot。 对，因为它可以把美爆炉的那个微波转换成远红外线，所以煮出来的食物在里面呢就是健康的食物，就不怕有这个微波还有辐射。所以这套东西在我们公司也有一套，就是因为禁止堂食的关系，我的同事们就在办公室里面呢减低风险，不能出去打包嘛。而且这个bowl呢，第一是健康啊，第二公司也没有油烟，第三就是很快。现在等硬太太表演一下，第一道是什么啊？鸡肉，我先煮鸡。其实这个鸡呢，我刚从冰厨拿出来不久了，所以它里面其实还是有点硬的，但是有这个锅不怕的，因为它快熟， frozen 的东西照煮。这样我也要强调一下，其实这个 magic pot 煮的东西呢，我最有印象就是菜。这个 chop chop 剩的哦，这个我今天有准备，当然这个就是你要求的。我第一次试用的时候煮的就是这个菜，然后它就有惊艳到，哇！用这个 magic pot 煮出来的时候，就是咬起来是 chop chop 剩，而且吞口水，菜都会吞口水。OK， 咬起来真的是 chop chop 剩，然后真的是水分很足，轻轻的。其他美爆炉，听朋友说、他们拿去做的话，就比较冷白白哦，吃起来没有口感。我觉得这个泡煮出来的东西非常有口感啊，就算是辛拉面啊、麦吉面啊，用这个煲煮哎，它的那个面的弹度啊，也是翘翘身，真的是很好。刚才讲哦，我们煮过的 ，OK， 我来，嘉欣， OK， 嘉欣，那 spaghetti 就非常简单啊，其实4到5分钟就可以煮到。然后喜欢吃的就是黄糟鸡啦，8到10分钟也可以做得到了 ，OK。放进去啦，然后就是咖喱鸡，然后就是阿三鱼啊，或者一些 kimchi soup 都是，还有那些等汤啊。我觉得平时要用很久的时间，用这个煲还有加上这个美爆炉，8到10分就可以煮得到了。就是这个煮法啦，这样一套的煮法。所以现在我的鸡，我先做一个10分钟啊，平时是这样的，但是因为刚才我讲它还有一点硬的里面，因为它是 frozen 的，我们也试试看，如果不能的话，再煮多2分钟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。其实现在流行某名佛煮食啦，因为没有油烟嘛，而且再加上很多现在年轻夫妇时间上的关系啊，工作上的关系，再回到家里面，他们要简单要快速的，所以这套东西啊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适合。其实明火除了就是有油烟啊、乌烟瘴黑之外，其实是因为安全性啊考量到，所以很多人现在都在家里装这个电磁炉，很少用明火煮食了。现在煮的什么？现在煮菜咯，你喜欢的那个菜咯，我只是放一点火药调一调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除了年轻人不喜欢有油烟以外，其实应该讲负责煮的那个人，女主人或者是男主人都可以很优雅的煮菜，不要变成网红。你看我现在做这样啊，准备好的食材漏一下放进去，叮，出来就熟了啊。最重要是除了优雅的煮以外，其实也是健康的吃，
因为这个是低油烟的食物，而且是低脂肪了的，如果是这样讲的话，因为它没有用油嘛。我看过很多朋友这个东西吃了两个星期马上瘦了几 kg， 有，真的有，所以他也期待着他可以瘦几 kg。 很难的哦，因太太煮东西这么好吃。丹丹，其实我刚才是完全没有放油的，但是你看煮出来还是有油，因为它把鸡肉的油分都逼出来了啦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减肥的，少吃油了嘛。还有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这个煲呢可以马上拿去洗。对，即使你煮好了很烧的情况下上盘了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洗，就可以接着煮下一道菜。但是我现在就先煮这个菜，就刚才我放 broccoli 还有 cauliflower 在里面的，四分钟就可以了。 OK， 几方便。其实这个 Sunkey Bowl 是来自韩国啦，它采用就是韩国的最新科技，传得快，所以可以缩短烹饪时间。这里还有一个 Korean， OK， 还有最重要就是它同时还可以保留食物里面的营养还有养分。所以吃得健康，然后煮得方便。现在下一道菜煮什么？一味接住一味煮啦。下一道我要煮我最喜欢的白带，来。哇，白带，叮叮叮叮。以前我还没认识印太太之前呢，我二十多年没有吃过白带了。你是不会吃？他教我怎么吃白带之后呢，我也开始深深的爱上了他。现在跟我强吃了。所以讲啊，女人不臭，男人不爱嘛。师妹，不错一下我这个。我那边又叫了，你看。几块啊？对。原来不带下这个做是吗？是的，好吃吗？这个是跟朋友买的。Homemade 的酱。不错啦，好吃啦。满满的料，这边就这样。OK， 你的菜呢？你最喜欢的菜好了。它小的煲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一个耳朵在这里，一拿就可以拿得到了。嘿，多利英哦，多利英哦，哥，这是我拍他，他拍我的啦。OK， 好了。一、二、三，哇哇，看到烟吗？看到烟吗？看到看到。那个是我放的酱油、蚝油，哇。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做到这么厉害啊？如果你用微波炉做的话，肯定是没有这个口感。妈妈印度台每次要煮菜的时候就会拿这个 pot 来煮，所以吃菜的朋友或者是 vegetarian 的素食者，我觉得是很适合的。OK， 我的白带因为有虾，然后有那个茄子，我就煮久一点呐，我煮个七分钟。这一样我最厉害了，这一样就是最后一样，因为很久没有吃韩国餐了。做韩国餐，如果大家吃的话，除了是那种烤肉啊、kimchi soup之外呢，我最喜欢吃的韩国餐其中一美传就是它的蛋是厚厚的，这个神奇煲就可以做得到了。这个蛋很简单，洗油后油加一点五就粉。如果你要放鸡精粉也是可以的。OK， 我的白带好了，来拿出来看。哇，哇哦。等着印太太炒东西的时候，我又马上把我的蛋放下去，然后按个五分钟。像我讲的，如果你顾着照顾孩子啊，照顾 baby 啊，然后也要同时间工作 work from home 的话，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很帮忙。你可以继续在你的电脑前面做东西，然后等它煮好。简单来概括一下这个锅的功能，它是可以烘焙啦，因为我们有朋友拿来做这个 cupcake 啊 muffin 啦，然后可以焗饭啊、蒸煮、加热、炖汤、解冻等等，所以看你怎么自己去调节咯，自己用。反正它就是可以快速的制造出各种低脂、健康的美味佳肴。总结一下我们煮的时间啊，这个用了十分钟，用了四分钟，用了五分钟，
用了7分钟，多的就用了26分钟，26分钟就可以做4道菜了。嗯，有兴趣朋友如果也想买这一套神奇的 Magic Pot 的话，可以 PM， 然后我们给你一个连接，是有 discount 的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在我们下方留言。嗯，好了，我们的影片到这里结束。想看更多最新最最硬的设计影片，请订阅影和音音大台。三个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怎么样？enjoy 我们的食物。You want to taste？我们的孩子闻到味道，他讲可以试一下吗？可以。好食冇，弟弟，好食冇。即刻跳一个格瑞拉舞吧。我的小孩跟我们一样很喜欢吃鸡蛋。好啦。嗯。